嗨，看到这三样东西，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吗？好，今天很开心的去吃了火锅，是我的宵夜，要变胖了。可是呢，没关系，我很励志的，不是励志。哦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你看，讲到这个，看到这个就很开心的，想要分享，就是这家。就是我今天去吃的火锅店，那因为我是下班之后去吃，然后就是又不想让店员等太久，所以呢就跟店员说：“那你咖啡先帮我上。”那因为那时候其实快接近他的下班时间，差不多是10点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那我要不要帮你做成外带杯？这样子你在用餐喝咖啡的时候也不会太干。”啊，瞬间觉得好贴心哦。对，就是其实。客人要的其实都不多，就只是一个小小的贴心，或者是就是服务同仁的一些笑容，就会让我们觉得格外的温暖。好，切开重点，所以这就是他的外带杯，外带的咖啡。他要，对，那他就单独出来了。OK，那呢，既然我有了咖啡。我又有了鲜奶，就是今天原本想喝鲜奶，所以就去买了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我又不甘于我只喝个鲜奶，所以我就非常的想要做咖啡拉花。其实这一次是我的第一次做，就是我的咖啡拉花初体验，觉得非常有可能会失败，但是呢，冒着觉得满心期待，我原本想说直接喝到剩一喵喵，然后就开始倒鲜奶倒进去，可是我又觉得说我很怕失败，又很想重复很多次，很想有很多机会可以重复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先倒一些到我。你看这个杯子，实在是非常漂亮。我在想这个杯子应该是古瓷杯，虽然我买的时候还蛮便宜，是在一个日本的店买，我忘记多少，不要问我。然后这样子倒进来，倒这样的量。会太多吗？以比例来说，哎，可是我最近有在看影片，人家拉花影片的咖啡好像没有这么淡。那呢，鉴于我没有钢杯，所以呢就把这个打开，然后，哦，我也没有热牛奶，所以呢不要期待太多，希望非常希望能够成功。那呢，我现在要拉的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爱心，听说呢要先这样子。让牛奶混合均匀。怎么一点新的图案都没有？这就是一杯拿铁，谢谢，已经混合好图案的拿铁。哈，是不是颜色不够？颜色太淡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咖啡的颜色太淡，还是因为牛奶它不是热的，是冰的。因为拉花都说要那个，先把它喝掉。所以我的牛奶是不是不能搅拌？还是因为比重，它要是没有奶泡，它会就是沉下去，不会浮在。所以我要这样拉吗？爱什么东西啦？一点新的样子都没有，就混合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再来。继续。所以我这次如果咖啡倒多一点，牛奶就少一点，这样会有一个爱心吗？哇，没有爱心，但是很像。魔镜，魔镜，或者是那个老巫婆在做那个食材，感觉好奇怪哦，为什么？是它没有沉？魔镜，魔镜，告诉我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？
要是我现在在他前面，他会照出我吗？白痴！哎，沉淀，我发现了，真的是要热牛奶才行。你看，它上面是咖啡，下面沉淀。我先把上面喝掉，看我讲的对不对。有变淡吗？好像没讲对。哦，是中间，中间比较有奶的味道。牛奶所剩不多，到底是怎么有办法拉成那么漂亮？那如果我这样绕圈呢？有比较美吗？绕圈之后要，你倒是出个爱心啊！没有爱心，不开心。最后了，这叫做。宇宙漩涡咖啡有感觉吗？漩涡吓爆了，没有成功，真的是超失败的今天，嗨，好吧，所以下次真的要弄个热牛奶来才可以去实验。好，我的咖啡拉花实验什么时候才可以拉出美丽的拉花呢？前2天不对，昨天晚上也有在看。看到人家可以做很美很美的拉花出来，觉得非常的羡慕。希望我哪天有这样的记忆。好啦，我加油，拜。觉得今天的实验让我觉得很失望，很难过。好啦，这就是一个初学者第一次 first 实验。好了，拜。